从网络越发发达开始，明星们的神秘感就越来越少了。而作为明星对外的宣传手段，微博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而在这里，就有许多明星纷纷陷入被盗号之类的尴尬境地。因此近日已经将近年关之时，娱乐圈也是事件频起。先是张翰与娜扎分手，接着又是马蓉深夜发微博喊话王宝强，怒视对方离婚之后的种种作为太不体面，结果反遭网友们的抵制和群嘲。这个自2016年8月18日起便不能正常登录的账号，终于在今天恢复了我的使用权。而对于每一次娱乐圈大事后，大家除了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外，还有很多人是乐于围观的。其中就有网友发现了一名网络工程师在马蓉微博中的评论，看了您的登录记录，近几年来未看到您账户出现明显的被盗特征，被反盗号系统拦截，看到您有几次通过客服修改了密码，经查您的账号今年有过多次使用行为，若不是您本人登录，请第一时间修改并使用唯一密码。看来这打脸也是来得太快，网友们纷纷评论，那些说被盗号的明星渣浪，岂不是都知道背后默默嘲讽？肯定呀，大数据时代哪里还有什么隐私，你用公司网上什么网站公司都可以查，更何况这种有端机的登录。不过估计马蓉不会看到这条提醒的。其实王宝强两人从离婚至今，虽然已经努力维持低调，不想被大家纷纷议论了，但是毕竟是2016年比较大的事件，大家怎么可能不关注。从一开始的打官司，到后来宋哲被抓，马蓉母女被曝光转移财产，私自出国等等，无一不是频频登上热搜。而如今马蓉堂而皇之的喊话王宝强，甚至还说这是我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在网络上与你对话。一个家庭的变故本不应成为社会话题，但是已至此，你可以继续说你想说，做你想做，但作为一位父亲，希望你可以思考下你的所言所行是否会对儿女的身心健康及成长造成伤害，也希望你做好了面对孩子们长大成人后目光的准备。网友们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